之间，我刚一直寻找他的曲的创作者，但是好像不见了。本来还在旁边，他是我们的主管。就是如果你有看到附近有一个长得像温兆伦的主管，他不要了，这样会糗到他。哦，好吧。对，那我们之间这首歌呢，其实为什么说是火星跟熊之间的歌？就是其实刚刚歌词里面有讲到很多，就是。我们两个好像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人，但是因为情侣相逢，就是情侣相逢，就是因为晴天碰到了雨天才会有彩虹嘛，因为晴天碰到晴天就不会有彩虹出现，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你有那种很要好的朋友，其实有时候你们的个性也许不是那么像，但是其实。彼此之间的互补反而会让你们两个更契合，两个人在相处上或者是工作上，除了看电影之外啦，对，就是爆米花的还是很恶心，很恶心。你要说咸的也很恶心的。好了，会为了他试着去吃咸的爆米花。有啊，他有改进，因为本来他都不吃鸭血，然后可是我超喜欢吃鸭血臭豆腐那种东西，就后来到最后就是。直到上一个月，就他终于肯吃一口，吃了我第一口，就真的很像那个《食神》里面不是有一个厌食症啊？他吃了，他吃了一口鸭血，对啊，这是他最大的改变。我们之间，他为我们最大的改变。对这首歌，就纪念鸭血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第三首歌是我们的自弹自唱，然后我们要表演的是The Beatles 的 Across the Universe。那其实除了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乐团之外呢，是在这首歌呢，在一个电影里面，《他不笨，他是我爸爸》，是西恩潘演的那一个电影里面，然后是整部电影都一直用很多 Beatles 的歌曲当插曲，然后 Across the Universe 这首歌在里面是一首很重要的歌。那如果这六日大家没事，也可以租这部片来看，就非常的温馨感人。对，然后因为 The Beatles 是我们火星熊，我们两个人心中永远的天团，所以其实这首歌算是我们平常在做一些表演啊最常唱的一首英文歌。那现在我们就把这首 Across the Universe 送给你们。哇，今天发现其实来的小朋友蛮多的耶，刚还有一个含情脉脉的弟弟站在前面望着我们，非常的可爱，可是好像被妈妈抱走了。我刚刚正一下听到他那个哭喊了一下，然后被抱走了。今天来到台中，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公司在台北，所以其实我们很少到台中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台中哦，就第一次，我们把我们的第一次献给中油百货的朋友们，给我们一个掌声好吗？谢谢，也谢谢现在聚集在这边的那个中油百货的观众们，是台中的朋友们，这样。对啊，听说台中有非常多的好吃的东西，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的问一下大家，推荐我们等一下收工去吃什么。金钱豹，金钱豹是什么？一种太阳饼，太阳糖，太阳饼。对，金钱豹太阳饼好吃吗？还蛮好吃，蛮有粉味的这样。粉味。